Hello， 大家好。上次我们在 X X 买了一大堆东西，然后又收不住手了，因为确实跟这边美国的物价相比，这些东西还是很便宜的。然后又买了一大堆，这次就比较快哦。上次是有可能是赶到圣诞节还有那个元旦，所以就比较慢，大家都休息了。这次我们才用了15天就到了，来看一下我都买了什么好东西吧。来，我来拆。好。里面有你的玩具哦，我来看一下。你猜妈妈给你买的啥？圆球，那个你有你的弹弹球是你今天刚要，你今天刚要怎么就提前能买好？啊！妈妈，妈妈你亏了。嗯，这个是雕刻版，就是做手工用的。还有啥？还有这个。这个是我们买了捞螃蟹的，上次买了一个质量非常差，希望这个会好一点吧。打开看一下，好像这个还不错哦。嗯，这个不错，看到时候可以去捞螃蟹。啊，这个是就是车那个车枕，好小一点点。哦，这个。这个是蹲吧那个眼镜的镜托，他那个镜托他说要换一下。这个是蹲蹲的彩泥，蹲蹲的彩泥是我玩具吗？嗯，做彩泥的东西，但是质量，但是送了一套工具质量非常的差。你看还有这些毛边，这个是买太多了，我不拆开我不知道买的是啥东西啊。这个是针线包，这个线好少啊，一点点，很快就用完了。别提还有别的颜色了。针线包，嗯，这条脸的好可爱。这个是啥？这是墩墩的小袜子。我的袜子。有墩墩的夏天穿的袜子。夏天穿的比较凉快，质量还不错吧？这个袜子不错。啊，这是做手工的东西，这个做手工那个花梗缠的那种胶带。啊，那你猜这是啥？不知道。这个是夜光的那种星星，可以贴在车上啊，车顶上，还有房间里面。夜光的星星，墩墩当初晚上贴上，墩墩肯定很喜欢。还有个大包包，哇塞，这个是啥？打开看看。我也不知道啊。挑的时候很郁闷，因为眼花缭乱的让你挑的，但是拆箱的时候感觉很爽。啊。有点丑，这个颜色好丑，简易的那个置物架吧，书架，放书的架，有空把它组装起来。这个是花梗，就是做花朵的那个花梗。我买了两包啊，就只有一包了。等一等，我只能找到这一包，等我找到再拿了。这是夏天的时候遮光的，因为德州夏天的时候超级热的，那个车放在室外，你过一会儿就没办法开了，那个温度很高，所以这个是挡的，遮阳的。嗯，这个质量还不错哦。这个是纳米胶，这么少一卷，好小啊。勺子。他说我们的勺子怎么这么大？勺子质量也不错哦。咦，这个勺子跟个放大镜一样。对呀，勺子质量不错。勺子为什么还是能？知道这个是什么吗？折五角星的。小时候我们超级喜欢折这个，然后折了一个瓶子，玻璃瓶，折满满一玻璃瓶，把它送给自己喜欢的人。继续。还有彩纸。啊，这个是墩墩的卡纸，还是某西西上便宜我，然后这边。那些超市啊，像沃尔玛那些超市就很贵。这个是贺卡吗？这个是贺卡，好小哦，跟买的贺卡我也很大了，结果那么小。还有一包呢。嗯，
这样子。哎，这太脏了，这看这没办法送人，质量不好。别忘了还有一个彩纸啊，你忘了？嗯，还有，这还有一包大彩纸，但这一包已经破掉了。这个贺卡千万不要买哦，那个尺寸小一点也能接受，但是这里面好脏啊，根本没办法送人的。给我看一下，这个就报废了。妈妈，给我看一下。而且不光这一张很脏，然后这些也好脏，你这随便哪一个都好脏。这个棉签，这个棉签很便宜。哇，这是我的绑头发，我用这个橡皮筋绑头发，老是缠头发。听说用这个不会缠头发。咦，这个 poppy， 嗯，弹力还不错哦，这个我很满意。这么大一盒够我用好久的。就是送给墩墩同学的，每个小朋友一个，小朋友很喜欢这个东西啊。美国的小孩最近超级流行这些，也不说最近吧，从去年开始就很流行了。你看那小学生的书包上，每个小孩书包上挂的都有这个东西，光我儿子书包上就挂了三个。这是什么？今天墩墩吵着要弹弹球，我都忘记我已经给他买过了。这里有一个弹弹球，给我，给我拿，快看。哎呀，弹球，不大。哎，这不是弹篮球，这是黏黏球。咦，是光的还是？这是啥？哇，钳子，做手工的钳子。还有一包贺卡。嗯。这是什么？你看这个。就我之前儿子在写字的时候，有好多热心的网友说我儿子写字的那个拿笔姿势不对，所以给他买了一个这个就是握笔的那个矫正器，希望有效果吧。在这里感谢一下热心的网友啊，因为我做妈妈我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写字就用这个好吧，可以矫正你捏笔姿势，捏笔姿势。咦，这不是光的。这个是墩墩的铅笔袋，比我想象中的小一点，但是还可以哦，挺可爱的。用铅笔感觉有点短了，你把它拿根铅笔过来，拿一支铅笔试一下，还行哦，不短，刚刚好，刚刚好。哎，这个是啥？看了半天才想起来。我买的枕头，他竟然只送了一个枕头套，没有里边的枕芯，自己还得配枕芯，我可能当时没看清楚说明。哎，妈妈，还有一个，这是什么呀？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是一个小马扎。小马扎是啥？哦。哎，这个不错啊，太小了。这个小马扎很赞哦，很棒。我们去钓鱼的时候可以带上，特别轻，还能折叠。看我变魔术啊，嗨！看，就剩这么一丁点儿，太棒了。然后放在这个整理袋里面，也不占地方。还有点飘。啊，就是那个热熔胶。之前我看到有网友在我那个做那个什么做那个手工的视频下面留言说，我用的是什么胶，用的就是这种热熔胶。你如果有那个胶枪呢，就是插电的那种，它会把它给熔了，就用的这种。然后或者如果你没有胶枪呢，用那个打火机它也可以，也是可以用的。有时候看到了有一些问题，我想回复了，一转回忙别的，然后再转回来就找不到那个留言了。这个很便宜，开始开工。买，我好喜欢做手工，我就是没时间，我要有时间，我可以做好多喜欢的东西。这个是买的是那个珠子，到时候看我做一些手工出来。买的是你看。就那种塑料的仿珍珠，大大小小的，好漂亮。嗯，这个知道吧？这个是我小时候我妈买来，就那个捏那个猪蹄儿上面的那个毛，
在美国这边没有，因为人家都不吃猪蹄儿，所以我买了猪蹄儿，没办法，用这个粘毛，这个很不错哎，质量还不错。这个是啥？这是什么东西啊？还是给我两个啦。哦，这个是国内叫什么纳米胶是吧？就是那种粘力非常强的，就这种。哇，摸了就，但是这好像是一次性双面胶。前几天做那个小花灯，如果有双面胶就好了。当时家里没有双面胶，用白乳胶贴的，贴的就没有那么牢固。这个是我的手机绳，手机挂绳。哎，这个颜色很不错哦，还有点弹力。我也喜欢这个紫色的。这是最后一个了。看，弹力还有。好啦，还有你那个乐高。我和妈妈已经煮成这样了。买了一个乐高，就是之前前两天吧寄过来的，跟这还不是一起寄的，就是这个乐高。好便宜，孩子肯定拼不了，因为太小了。这是我花了两天时间抽了空给他拼了一个，它会闪的。灯在哪？看它在闪。拼完了是一个小太空人，拼起来就是这个小太空人。这个很划算，真的。如果在这家里没事的话，用这个减压特别，效果特别好。我一拼这个，我什么烦恼都忘记了。买了这么多东西，其中那个小马扎还有置物架是送的，就是他们这边搞活动，说是你推荐几个人，跟国内其实是一样的，你推荐一个给减多少钱，推荐一个减多少钱，且推荐到最后好像是四个人还是五个人，推荐了五个人，然后他就给我送给我了那个小马扎和那个置物架，是送的，等于是免费的，没有花钱。然后剩下的买的东西大部分我还是很满意的。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拜拜拜拜。